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今日去咗九龙湾展贸中心，食咗一个超值嘅自助餐。咁、那个餐厅名就叫风扇。咁点解我会食呢一间呢？因为其实咧，我以前食过一次，觉得平靓正，所以一直都想再嚟多次。我今日星期一唔使翻工，所以我就特登选择咗星期一去，因为星期一至五嘅自助晚餐比星期六日更加平。佢哋仲做紧买三送一。四个人去只是给三个人的价钱，就算当普通食餐饭都不错啊。我现在进去攞位先。个餐厅其实都挺阔落的，座位和座位之间呢都挺宽敞，不会有很逼仄的感觉。饮品方面啦，有橙汁啊、柠茶，可以自己做的热柠茶、热柠水，还有咖啡机给你去冲一些咖啡的。我很喜欢这一间的饮品的，至少不是全部都是罐装或者盒装的饮品。咁当然啦，仲有啲好搞笑嘅嘢，就系我老豆最中意饮嘅啤酒啦，竟然都有得可以喺度自助饮。咁因为我哋个位近甜品嗰边，不如我哋就睇下甜品先啦。有啫喱糖啊、棉花糖，有啲曲奇饼啦，仲有咧朱古力喷泉，哇，同埋有牛角包。一阵整个朱古力牛角包都唔错噃，睇下另一张台嘅甜品先。哇，呢度好多啊，有面包、布甸、奶冻，仲有好多唔同款式嘅蛋糕，仲有果挞同埋豆腐花，仲有软雪糕同埋 dry 雪糕。讲翻头先啲豆腐花，我妈话好掂，我见佢食咗两碗。我仲见到桂花糕、马卡龙甜饼。同埋好多嘅生果，我而家跟住个厨师喺度巡下个铺先。其实甜品方面都唔错。我而家向沙律巴嗰边行去睇下先。如果要自己沟嗰啲沙律咧，我就麻麻嘅。反而我中意食已经沟好嘅杂果沙律，呢一度都有啊。仲有刺身巴，今日就提供咗四种唔同嘅刺身，仲有烟三文鱼，多款嘅寿司。之后就去到我最喜欢的海鲜范围了，有青口啊、蟹、螺，还有我最喜欢的长脚蟹和虾。哇，长脚蟹和虾真的吃了很多。下一道就是自制的中西式粉面区了，然后就去到熟食的部分了，有鱼、西西里不知什么灰鸡，还有我最拿手的金菇牛肉卷。下一个就是香橙鸭，揭个盖揭到我手软啊！我再看看下一样是乜嘢先。一个是猪仔骨，咁之后嗰啲咧，炒青口，啲薯仔啊、炸鸡啊、西兰花，行过算啦。呢边就有即切嘅烤火腿、烤羊架同埋烤牛仔肉，仲有呢啲帕尔马火腿。披萨、牛仔肉、炸咖喱、果炸鸡等等。不过这个才是我今晚的主角，就是即制梳芙里了。它每晚由七点半就开始整，我们每人吃了两杯，真的很饱、啊、我整晚挂住吃，连相都不记得拍，这些相都是我事后问我老豆拿回的。埋单都是四位加埋980几蚊，真系算唔错啦，都叫做样样都有啲食。咁我今日就讲到呢一度先啦。如果大家喜欢我嘅频道，记住按订阅同埋赞好我呢一段影片支持一下。拜拜。